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与国产化运行机制。国资委今年呢，面向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工作，从八个方面。 来强化企业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其中，科技创新是一个核心的内容。加强科技创新管理的目的是提升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关于这个主题，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科技创新与国产化的背景。 中央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与国产化的优势，科技创新与国产化的运行机制。先给大家分享第一部分的内容：科技创新与国产化的背景。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号，也就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技创新提出了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呢，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创新的原则方向是坚持三个面向：，这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上人民生命健康，一共是四个面向。 在这个基本原则和方向的指引下，总书记对我国科技创新工作从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科研选题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二是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三是持之以恒的要加强基础研究，用基础研究。 是应用研究的前提，也是我们科技创新和国产化的基本。四是呢，加强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五是呢，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总书记在这里面还特别强调，从改革这个角度，我们要重点把科技管理的职能从分钱、分物、定项目。 要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为科研人员搞科研、搞项目、搞好服务。第六个方面的重点呢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啊，越是单边主义，国际制裁抬头，我们呢搞科技创新、搞国产化。 越要呢融入世界市场，进行国际科技合作，引领呢世界科技的发展。怎么才能做好科技创新和国产化工作呢？总书记最后呢，提出呢，我们国家的科技人员和研发工作者要弘扬科学家的六种精神。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极致公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业后学的育人精神。总书记特别强调了。 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研究、从事企业的研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必须要坚持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总书记说：“创新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我们科研工作者通过弘扬科学家的这种六种精神，把科技创新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那么，如何落实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技创新这些要求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国家出台的科技创新的。 规划，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在未来三十年要引领我国科技创新工作，也就是说到二零五零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强国，这也是呼应十九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 发展目标，我们科技创新强国的建设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到今年为止，到二零二零年，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的来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就我国的若干的重点产业，要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性企业和产业的集群。核心的指标有三个：，就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知识密集型的副业的增加值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研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支出。 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二点五，这三个指标呢，今年呢都有望实现。我们国家已经跨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那么第二步就再过十年，到二零三零年，我们国家要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发展的驱动力要实现根本性的转换。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要大幅提升，为建设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我国的主要产业要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研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支出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二点八。 再过二十年，就第三步，到二零五零年，就这个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的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强大支撑。那么，根据我国“二零五零”的科技发展规划目标，我们国家又提出了未来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归纳起来，一个是双轮驱动，我们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要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 我们国家呢，要从十个方面来推动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工作，要建立呢十大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 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能够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服务技术，能够引领产业变革的系列颠覆性技术。 那么，我们国家在未来要推动这十大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从国家到企业，我们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发展方式方面，我们要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在发展要素上。 我们要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在产业分工方面，我们要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变，在创新能力体现方面，尤其是我们中央企业，我们要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将来呢要向。 并行和领跑为主转变，在资源配置上，我们要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我们国家的创新群体要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两个轮子的双轮驱动，通过推动十大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通过实现从发展方式到创新群体的六大转变，支撑起我们国家呢来建成科技创新性的强国。 那么，从全世界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领先的国家发展的历程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要想在技术链竞争力方面实现在全球领跑，那么必须要具备四大因素：一是大规模投入资金，啊，主要是。 研究试验发展基金的投入。第二是呢，要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第三方面是要能够有实力进入全球或者一个区域庞大的市场，占有市场份额。第四呢，要能够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从我们亚洲来看，像日本的汽车、韩国的半导体、中国的高铁和特高压输变电，这些技术的飞跃呢，都表明了技术链上竞争力的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根据这四大要素呢，结合我国科技创新的。 发展历程，我们做一个要素分析。从资金投入看，我们国家一九九五到二零一九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研究开发实验的费用，从总量和比例都是快速增长的。从总量上看，二零一九年。 我国研究实验开发费用经费总量达到了两万两千一百四十三亿。从二零一三年以来啊，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二，与美国的差距逐步在缩小。经费投入的强度，我们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是百分之零点五。 去年呢，达到了百分之二点二三，投入强度呢也是稳步提升，接近了欧盟十五国的平均水平。今年新发布的中国五百强研究实验发展经费投入的强度，从投入总量上看，我们首次突破了一万亿，达到了一万零七百五十四亿。 投入强度达到了百分之一点六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费投入强度，整个一九年是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一亿，占全国经费比重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四，投入强度呢是百分之一点三二，尤其是呢，高新技术制造业。 投入强度达到了百分之二点四一，装备制造业呢投入强度是百分之二点零七。我国五百强企业经费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的快速增长，为推动呢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第二个要素呢，从拥有获取。 技术和知识的渠道来看，这里面呢，国际上一个主要的对标指标呢是技术对外依存度。从技术对外依存度来分析，我们国家呢这几年来，在一些领域，科技投入大，科技进步快，科技创效的。 能力比较强，比如像机电产品、计算机通信技术、自动数据的处理和部件、高新技术产品和船舶这些领域，我们技术出口量大，在国际市场的技术活跃性强，技术贸易的顺差也比较大，像我们机电产品。 二零一九年的顺差达到了三万八千亿，计算机通信技术达到了两万四千亿，啊，自动数据处理部件达了九千一百亿，高新技术产品六千四百亿，啊，船舶呢，我们出口量大，我们逆差达到了一千三百三十五亿，这些行业呢，为我国技术进步，为引领世界经济。 和先进技术起了一个奠定作用和领跑位置。同时，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有一些领域呢是短板，比如像集成电路、电子技术、高端的仪器仪表核心组件这些领域，尽管这几年来国家重视，做了经费的投入。 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呢，在全世界技术进步领域里面，我们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像集成电路，我们去年的技术贸易的进出口逆差一万四千亿，电子技术的逆差九千六百亿，仪器仪表呢核心组件呢一千七百七十七。 那么具体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机器人领域，机器人领域呢，我们呢整个在全球市场的占有份额，我们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像机器人的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这些核心组件呢，我们多数是依赖国外直接进口。 或者是外资企业的供给，在半导体领域，我们国家呢十分重视，半导体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战略性的产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我们的国产化率呢接近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是依赖进口。 那么，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战略规划里面，我们的目标是到二零三零年，我们的芯片制造设计领域，我们的国产化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彻底扭转我们半导体领域依赖进口的现状。呃，第三个。 技术链竞争力要素就是庞大的市场。企业呢，技术进步一个核心就是你能不能在世界市场占领一定的份额，占有一定的位置。中国呢，这个十八大以后啊，我们的技术进步快速飞跃。 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流动，推动了市场的消费增长。麦肯锡呢做了预测，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可能将要达到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就相当于美国和西欧的总和。 正是由于这个庞大的市场支撑，那么中国科技创新未来的空间很大，因为有市场引领的作用。十五年前呢，我在德国汉堡的地铁里发现了一则汉语广告。这个广告呢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学汉语。 到中国赚钱去，那么就在十几年前，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看到了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那麦肯锡又预测了我们未来，中国的市场增长消费空间达到了美国和西欧的总和。我们的消费增长速度很快，体量很大。 比如去年，我们 GDP 总量接近一百万亿，我们国家的消费支出对于 GDP 的贡献力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八。所以说呢，中国未来的庞大的市场空间，为整个技术流动带来了很多机遇。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全球技术流动。 会大幅增加，会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这个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对于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联系紧密或是减弱，就意味着你是进入这个市场，还是失去这个市场。如果你与中国的联系逐渐减弱， 那就意味着，你会逐渐失去全球技术领域的关键供应商和庞大的消费市场需求。那么，看看我们国家一些领域的目前的国产化程度。这也是麦肯锡啊去年呢，对中国的部分产业做了一个分析。我简要的呢，举几个例子。 像我们国家，在光伏面板、量子技术、五 G、高铁、航运、太空、数字技术、电动汽车、钢铁这些领域，国产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在电子元件、制药、生物科技、基因组学这些领域，我们呢对国外的技术依存度高。 我们国产化程度低，所以这些行业呢，亟待通过科技创新，加大国产化的力度。那么，从技术链创新，第四个因素就是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效的有效制度来分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特别注重科技创新与国产化，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法规，出台了许多鼓励性的政策。我们国家呢明确提出，科技创新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要促进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 通过科技创新呢，来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比如就制造业而言，这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那么制造业如何来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我们国家呢，从五个方面做了规划，提出了要求。一是呢。 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两者的结合，跟踪和捕捉世界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成果，要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二是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赋能呢各级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 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注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效。这里面呢，要强化关键的共性技术的供给。三是呢，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创新的 GDP 考核指挥棒，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呢有虚向实，科技创新的成果有量向质的转变。要推进呢。 政府、产业、高等院校、研发机构和企业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叫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四是呢，需要提高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尤其要做强做实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目前呢，我国的企业。 已经成够有了规模，下一步重点呢，需要做强做实，在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创新风险基金方面，啊，我们国家这几年来也高度重视。我看国家统计局啊去年的数据，我们的风险基金的投入啊，累计已经达到了啊三百一十三亿元。 为企业呢创新发展，在产业链和资金链方面提供了支撑。五是呢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现在呢正在运行的国家实验室，去年呢是五百一十五个，企业呢。 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啊，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个，这是主要的创新资源和创新平台。我们要通过这些创新的资源和平台，来聚焦核心技术，引领了原创成果来重大突破。这是关于制造业啊如何来建立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国家呢，从五个方面提了要求。那我们国家既然提出了到二零五零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世界科技强国，那么科技强国有哪些指标？我在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世界科技强国目前主要的评价指标分为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呢？ 有五个，像科技投入、知识产出、战略引领、支撑发展、经济社会环境这五个方面。二级指标有十九个，这里面核心呢，像科研经费、研发人员、知识产权、创意、科研高地、领先企业、一流原创、国防科技、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还有环境、制度、信息化。 等等方面，一共十九个指标。三级指标呢有四十一个啊，在这里就不再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了。那根据世界科技强国这个三级指标体系啊，国际上一些机构呢对我国的啊科技现状做了评估，评估的结果呢，我国呢。 目前呢，已经初步进入了世界科技强国的前十位。那么，根据国际机构对我国科技状况的评估，我们这里面做一个简要的优劣势分析。我国的优势领域，在一级指标当中，我们的科技投入、战略引领，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二级指标中呢，有六项指标在全球排前三名，像研发人员、科技论文、科研高地、啊、国防科技、和国际经费的投入、经济的稳定性，这六项指标呢，在全世界排前三。在三级指标里面，我们的自然资数、科研机构的资数，连续多年。 在全球排第一，我们的科技论文高频率被引的科学家的数量，在全球列前三；三方专利和万名研发人员专利授权的数量，在全球排第四。就这些指标呢，我们无论是一级、二级和三级这些主指标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的前列。 但是同时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还存在一些劣势和不足。归纳起来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向经济转化的能力还比较低。从知识产权贸易收入看，在整个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一啊，不到百分之零点一。 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的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的占比呢是百分之五点一，日本的占比呢是百分之四点七，我们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一。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贡献偏低。这几年来啊，我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快速的改善。 主要是政府引导，企业共同努力实现的。但是呢，科技创新在生态环境的贡献的因素比较低，国际评估机构给我们评估，我们在全球综合排名九十三，比较靠后。第三个方面呢，劳动生产率。 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去年，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十一万五千零九元。那么，跟美国比一比，美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十三点二万美金。按照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大概。 美国和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一比，美国是我们的七点五倍左右。这个差距呢，给建国初期比一比，啊，我们是大幅的缩小了。你像一九五二年，刚刚建国三年，啊，我们国家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三百多美金，那时候美国都达到了四万六千美金。 那时候，美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一百二十四倍。我们经过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把差距压缩到了七倍。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 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能够从建国初期的一百二十四倍压到了七倍，主要还是依赖于改革开放，依赖于党的正确领导，更是依赖于我们科技进步和技术的腾飞。那么从企业这个层面，我们做个对标。 中国企业和世界领先企业科技投入，我们做个对比。那么从全球的大公司来看，全球的大型跨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平均是百分之十三点三以上。我们国家五百强企业也是作为大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在百分之一点六一。那么跟世界。 大型跨公司比一比，我们差距比较大。这是美国的一些咨询机构的比较。那么欧洲，像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对工业科技投资做个排行。那么从一八年那个排行里面来看，中国呢有十一家企业进入了欧盟委员会。 科技经费投入排行的前一百名，那么进入前十名的只有中国华为一家企业，它的投入强度达到了百分之十四点七。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有三家中央企业，啊，一八年进入了欧盟委员会，在工业领域科技经费投入的前一百强。 像中国建筑公司排第八十六位，科技经费的投入额是十六亿欧元，投入强度百分之一点二。中国石油排八十八位，整个投入强度呢百分之零点六。中国铁路总公司，投入强度百分之一点六。尽管中央企业这几年来我们投入的科研经费。 总额在快速的增长，但是因为我们规模大，我们营业收入和销售收入快速的大规模增长，所以我们投入强度呢比较低，多数的中央企业都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分之一点三二的平均水平，有一部分中央企业。 都低于百分之一，都在百分之零点几左右。所以下一步呢，一方面要增大我们研发经费投入的总量，另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度，加大呢科技投入的产出力度。那么，我们企业在产业领域，在科技创新和国产化方面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国家在制定《啊二零五零科技发展纲要》的时候，概括出了这几个方面。啊，就我国许多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的领先位置。 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还有待加强，适应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创新体系整体的效能不高，经济发展还没有真正转变到依靠创新的轨道，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 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急需发展壮大，集体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仍然需要进一步培育和优化。啊，这一段话呢，是我们国家在《二零五零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概括出来的。那么，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呢，也做了个世界百强的创新企业的。 排名，在今年新发布的世界百强创新企业里面，中国只有台湾一家企业，日本有四十家，美国有三十五家，法国有十家，德国有四家。当然，这里面呢，它在整个企业排名啊和指标选择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华为，华为在欧洲连年都被评为创新型企业。那么美国的一些咨询机构呢，跟着政府跑，啊，把华为呢，今年呢从美国的这种评价体系里面没有让华为进入、啊，这不客观的。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通过欧洲的工业投资的排行，啊，我们看到了多数的企业，我们认为是原来认为都是互联网企业，实际并不是如此。在欧洲排行里面，有很多企业是传统企业，啊，像能源、建筑、汽车制造。 设备制造这些行业呢，是传统的产业、啊、美国的一些咨询机构发布的世界百强创新公司，从行业分布看，像传统的行业，石油化工有十八家，汽车制造有十家，就是四分之一以上的是传统产业。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传统产业只要。 加大了科技投入，推进了技术进步，就会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仍然能够在世界创新企业中处于领跑位置。创新企业不单单是给新兴产业、新兴企业的，传统产业依然可以领跑。那么就需要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在。 技术链上的竞争力的四大要素，你要去实现。那么，从我国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分类来看，一个呢是我们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偏低，啊，刚才给大家分享过，我们多数的企业，啊，尤其是中央企业，都达不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点三的平均水平，行业之间呢发展不平衡。我们多数的行业啊投入强度低，发展慢，科技成果转化也不高。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比如像航天、铁路、船舶、特高压电网这些行业呢，经费投入大，技术进步快。 发展速度快，已经呢在很多领域，在世界处于领跑位置。我们很多企业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还不是很高，多数企业的科研成果主要侧重于立项、评审、评奖，成果转化率呢有待提高。 我们企业呢，技术对外依存度还偏高，部分产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平均都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果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技术贸易逆差来算，我们有一部分产业专技术对外依存度呢更高，有的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你像集成电路、电子技术、仪器仪表的核心组件。 这些领域，我们去年呢，光引进国外的技术四点九万亿元，接近于五万亿元。进口的比重太大，对外的依存度太高，急需呢，通过科技创新，通过国产化，来改变我们这些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的这些产业和领域。这是第一个部分给大家分享的有关内容。 啊，从整个国际国内的大背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搞科技创新和国产化？那么第二部分呢，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中央企业呢科技创新与国产化的优势啊，我们有哪些优势？中央企业呢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自主创新能力呢？最近这几年来不断增强。中央企业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骨干力量。具体表现啊，从国内优势看，中央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稳步增长。整个中央企业的研究实验发展经费的支出呢，超过了五千亿。 连续多年呢是两位数增长，总量呢超过了全国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以上，我们的研发力量呢也比较雄厚。中央企业呢，我们拥有科研人员一百五十八万人，两院院士二百二十七人，其中工程院院士呢一百八十三人，占到了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正是。 我们的一百五十八万科技人员的努力和他们的智慧，我们促成了很多研究成果。我们中央企业有国家级的研发平台六百六十九个，我们有效的专利有六十六万项。近五年来啊，中央企业国家科技进步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共获得了四百四十二项，占全国。 同类奖项总数的三分之一，尤其一些重大的科技进步，像特等奖。这五年来，我们国家一共颁布了十三项，中央企业占十一项，占了大头。正是由于这么多的重大的科研成果的支撑，中央企业呢，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显著的重要的成果。 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重器，啊，像空间站、载人航天、嫦娥四号、辽宁舰，还有呢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中国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港珠澳大桥、天空号、台山的核电，这些呢在重要的产业领域、重大的工程建设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标志着中央企业呢，在相关的前沿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许多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